产品哈，它的这个型号的名字，机型的名字叫做 Challenger 挑战者。挑战者是挑战什么呢？挑战客户工件的复杂度啊，还有这个节拍、公差、精度以及批量。好，那我们这一台是一个倒立车的设计，倒立车啊，跟这个立车是有一个分别的。那倒立车的设计的话，好，我们走过来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倒立车顾名思义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主轴哈是在上面的。那倒立车有什么样子一个特别的那个特性呢？好，除了排泄方面非常的容易之外，另外我们的倒立车设计跟其他厂家的是不一样的。您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厂家的倒立车设计它是属于比较高的，我们的倒立车设计是比较宽的。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我可以用这个图示来跟您做解释。好，请把镜头转到这边。这个图示您可以看到我们的 X 轴非常的长啊，从加工区可以移到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啊，我想还是工件加工完毕之后可以移到右边的一个物流输送系统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区域，所以加工完毕之后放在这个输送带上面，可以输送到下一个工作站或者下一道工序，而把未加工的经由我们的这个卡盘机械手能够带回到这个加工区来从事加工。那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设计，就是因为这个 X 轴这么长，所以我们的那个车轴和卡盘其实联合一起来运用，成为一个机械手。好，我们在这个设计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精神和精髓哈，我们叫做 MP 英文就是 Multiprocessing，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多工序制程。您知道的，在这个制造业，在这个加工业啊，为了达到公差、节拍啊、CBK 质量的这个要求，有很多加工程序必须要在一次夹持，然后多道工序制造完成。那现在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做法，可能是在放在很多机台上面啊，不管是装卸，还有在整个那个公差精度，在这个装卸过程中可能就跑掉了。像很多我们在这个大客户里面，您可以看到，这都是我们的客户群啊，包括美国三大车厂，其他的那些一阶啊、二阶，甚至是卡特皮勒、江迪尔，都是我们的客户群。我们提供给他们的解决方案，至少都是有1.67的 CBK 啊。那因为这样子要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很多加工的程序必须要在一次夹持多道工序完成。我们今天来提供给您的几种，其实您可以看到虽然配置不多，但是真正的要了解我们这台机台的特性，现在请看这个图。这个图上面您可以看到左边有不同的配置，右边有不同的配置，上面也有不同的配置。现在这台机台它的上面主轴是配置的4伏的驱动主轴它可以做间歇分割以及这个工件的旋转。那左边的话您可以看到是两个这个电动式的主轴副主轴，这两个电动式的主轴可以从事研磨、钻孔绞孔还有膛孔的一个功能，所以根据客户他的所需可以做不同的加工。那另外右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放不同的副主轴来从事不同工件它所需的这个加工要求。那我们继续看左边可以放另外一型的副主轴，这个副主轴配合这个ATC 就是刀库交换，可以从事钻、洗和绞孔的动作。那您看在很多立架上我们可以放的刀具，基本上我们甚至可以在我们的立车倒立车上面可以来做一个那个配置。那另外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箱型并列主轴，当它用这样的方式来配置的时候，可以从事钻孔、绞孔、钻孔与公司。那假设我们把它转个90度变成这样子的配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从事后车桥的虫洞锥齿轮的螺栓圆周的钻孔。您可以看到这个工件，这就是虫洞锥齿轮。这个虫洞锥齿轮一次钻2孔，间歇分割旋转5次，就可以把12个孔一次钻完一个工序。然后
利用我们这个主轴的的卡盘，把这边加工完毕的这个工序移到右边来，然后用相同配置的箱型并列主轴，但是在这一边我们从事专司的公司的动作。公司的话，一次公司两孔，间歇分割五次旋转啊，12个孔就公司完毕了。所以在公差精度方面可以达到非常非常高。然后在这个加工区左右加工区完全加工之后，移到右边来，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应用我们的这个物流输送系统，把加工完的工件移到下一个工作站，把未加工的工件抓取，然后拿到我们的这个工作这个区域来做加工。好，我继续跟您做报告。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这个跟这个副主轴一起的搭配的这个 ATC 啊，刀库交换，可以做垂直配置，也可以做水平配置。另外我们还可以加上刀塔，刀塔的话您可以看到可以放8把刀或者12把刀的刀塔，左边能够配置的右边也都能够配置。不止这个样子，我们还可以配置标准刀具，可以看到这个是有3个不同的标准刀具啊。另外您可以想象的话，假设我右边放个12把刀的刀塔，左边配置12把刀的那个 ATC， 再加上副主轴，我总共有24把刀的不同的加工的可能性。好，继续我们看上面，上面的话您可以放这个间歇分割器做旋转，8个定位或12个定位啊。另外这里也可以这个配上 Y 轴，有了 Y 轴之后，您又可以做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个工件的加工啊。右这边的话可以做这个内藏式主轴，或者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电动主轴，有副 C 轴功能。不止这个样子，我们下边 OK 还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配置，就是利用一块板子上面放这个间歇分割的旋转台，再加上一个副主轴，这个副主轴就可以做特殊角度的研磨、钻孔，还有这个膛孔和脚孔。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来到 CIMT 为我们国内的客户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在美国是已经有10几20年的一个那个经验的。所以您看我们的客户群里面、用户群里面，通用、克莱斯勒、福特以及其他的那个一阶和二阶的供应商，当他们有这个加工解决方案所需求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想到我们 SMS 萨吉诺机械系统。因为就诚如我这边上面所写的哈，萨吉诺机械系统是为您带来成功与利润的终极伙伴 ，OK， 卓越的力车加工解决方案。所以这次也很高兴的来到我们北京CIMT 2011然后也跟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先进也做了很多的交流然后我们对这次的这个展会的成果非常非常的兴奋。我知道我们一定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个中国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业市场里面会很快的开花结果。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谢谢。